这一次呢，啊，印尼的一个赈灾，全球慈济人也已经有总动员。不舍印尼强震，高雄静思堂1000多名慈济志工拿出自己存的竹筒。感恩感恩感恩。每个人排队捐出爱心，其中这位来自山东的台湾媳妇带了一大袋，里头装了好几个竹筒。这个是家里的人乱放零钱，就给他慢慢收集起来。听到印尼灾情，有朋友特地托他捐的，还有自己的女儿也拿出存了很久的铺满。我们台湾是平安的，我们平安的人去救助苦难的人，这样。还有好几位老菩萨，尽管行动不便，坚持要来付出。我有看到电视啊，海啸那个房子啊，我看到那个尸体啊，好可怜啊，都一大堆都埋在一起。不只是我们做，我们应该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所有你认识的人，能够启发，重要不是钱一定要多少，最重要启发他的内心的那一份爱。共聚善念，大家捐完竹筒再领取新的竹筒回家，要继续累积点点心意送到海外。大爱新闻，王昭忠高雄报道。